午夜乱谈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午夜乱谈。好，来，今天的第一段的时间呢，哈，首先来讲一下这个顶，就是你几工前了哈，拜三哦，哇，这台中发生一件这个惨案哦，这个台中的捷运哦，这不是塞到一半，人迄个外口迄个落去的哦，这个硬架吼，去啊牵着，不是，迄嘛是硬架啦，就迄个吊车吼牵着啊，不是哦，这个吊车已经倒去啊，卡落来吼，啊卡断这个隔音板吼，啊冻伫迄个这个捷运吼顶管，这时阵，但因为也是主动驾驶，就跟咱台北迄、那个啊，就特马特拉迄、那个吼。哦内湖线这个同款吼，就是中央操控的，你顶管并无司机安尼啦吼。哇，哦，这个已经卡落来，已经经过41秒钟啊，41秒钟就是得要一分钟啊吼。竟然这个拢无看到吼，啊，这个操作的人啊嘛，头前去目测就看到啊，头前哇，讲的规个拢迄个硬蓬蓬安尼吼。结果呢，这台捷运哦，佫继续驶，砰一下子了。钱一个吼，哇！这被告的人就重伤，还佫一个死亡，这个佫是一个算伫咱这个吼，算较社会运动界吼，较活力型的内底吼，真认真啊，真互人懊恼的一个吼，查某囡仔吼，即马50多岁啊啦吼，我想伊即马少年人来讲，还可以称得上年轻人，古早50几岁的这个欧巴桑吼，好啊，种死一个吼，无代表一个。国家的精英、社会的精英啊，死在遐，吼，真可惜吼。但是重点，这个恐怖是讲，那这个应变那差甲安尼，吼。啊，你若讲咱坦白讲啦，讲即届这个情形是哦，啊，会迄个捷运塞到一半，啊，这个吊车卡落，安尼，当然一切责任要追究这个，吼，这个时间。但即马因为卡落来，当然，这个时间的大楼，这一定有足大问题吼。这后边嘛有人咧追债，这个政商关系，听讲两大党吼，诶，重要人物内底拢有差这安插人内底吼。不管啦吼，本来责任是拢伫遐啦吼，啊，去靠即摆是，已经弄落来，啊，这个中央操控的这个捷运，佫继续去撸去，这中间有要到一分钟40几秒钟的时间，其实这若以应变来讲这吼。卡落啊！大家看到，哎呦，啊，竟然冻落来哦！竟然无这种设备啦，啊，下落哦，哇！这责任就，这责任不是干那这个大楼的这个吊车呢，吼，包括这捷运是安怎操作啊？发生这大的危险，竟然会使佫继续撸起，撸弄死人，这真严重吼。当然，这咱无要完全啊泛政治化了，但是老实讲，你看到这敢袂惊？哎呦，惊死人！原来这种中央操控的这个捷运是安尼哦，这不安全哦，要惊死人！这几千人、几万人，逐天靠这里上下班安尼，我惊死，真正哦，未好估计哦。就咱吼爱对这个，其实这个即马责任渐渐集中对这个台中市捷运公司吼，因是安怎他这种，这不是危机处理，这种靠根本你迄个哦，规操作的迄个程序都有问题嘛，哦。但系安尼已经物件卡落啊，唔是讲你若讲我卡落，像顶边迄个哦泰鲁格号讲，啊，着迄个车硬坠落来，啊，冻袂掉，迄几秒钟尔，反应时间不及哦，啊，就讲啊，你去怪这个哦，怪这个捷运公司无道理，这靠遐骨力，几啊十秒钟，40秒钟，41秒钟，看安尼佫无在那个冻落来，这个时间原本是在片面的哦，这肇事者甲这个公司哦，拢有大问题哦。不止安尼啦，这尾机佫发生一个，看起感觉足离谱的吼。伊即马代理的，这算卢小燕的手下吼，代理的捷运公司的董事长吼，代理的吼，竟然吼，你唔着爱回事的呀？你靠，这个你担一半以上的责任，拢你处理的啊？讲吼，大家默哀了，讲叫大家拍扑啊，为迄个什么捷运公司的员工吼鼓掌呢？哦，你是真正。这是头壳有问题了。你单家事尔，当然不是大家人拢，这是大家拢足辛苦，这咱嘛知影。但你要
伊当然伊意思讲啊，即吼即发生个代志，也嘛爱搞不熟。但你即个时阵搞不熟去那对吼，即是比我拢拍带伊吼。即有遮尼拍带即个主管吼，莫怪即个管理出遮大个问题吼。即个，你欲默哀啊默哀了，你若讲好，啊无私底下来安慰遮，即逐员工逐个啥物心情正歹吼。啊，遮即个事啊，我嘛做认真啊，趁人家即个事出来吼。你私也是讲伫别个场合去甲安慰。所以在那個為死者默哀的場合說叫大家打拍子把自己鼓勵，你是在做什麼？真的是一堆小的，這個國家真的做得很大，管理那麼龐大的國家機器，交通建設說竟然這個 IQ EQ 說這麼低這樣，好啦，這條段怎麼跳起來，今天這不是我們說的，今天要再跳出來說，這個一定啊吼、哦，一直咧强调啦，咱的这个国家吼，咱的政府。那么对咱的国家的前景吼，包括咱的社会、咱的政治、咱的外部的压力，会演变甲像今仔日安尼，这是安怎来的？这个部分这叫做现代史啦吼。近代史咱就莫讲近代史，差不多那以古早这个吼，阮读册时代吼，差不多。近代史就是讲哦，包括民国初年，我迄个什么军阀割据，哦，啊，清朝末年这段，哦，这还未正式写入历史册内底，这段时间叫做近代史。哦，近代史上一般来讲啦，差不多吼，七八十年前到差不多百外年前这段时间，哦，是历史，但是你这嘛还佫无人，是哪会教这個？你也互咱的百姓、咱的国民了解，欸啊，咱即马即个社会安尼是安怎行过来吼？啊，无你干那教干什么明朝哦，啊清朝什么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靠，干那教教迄个，甲种拢无关系伊啊，哦，啊较有关系就是对近代史其实嘛免教，占差不多30%的比例吼。过来现代史，台湾的现代史其实足简单嘞，差不多就日本时代，日本哦向这个蒙古导航哦，啊了，结果这个吼、哦、这个。盟军叫蒋介石来接收台湾，哦，一直到后来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啊，这个百姓安那抗争、安那打拼，哦，出现党外势力，哦，啊，这内底有几个重大事，比如讲江南案，哦，一件，啊，拢其实拢有对台湾造成这个大影响，比如讲这个吼，江南案大家可能那少年人拢毋捌听过吼，啊，这个有重要，足重要，伊本来蒋经国吼，伊迄、那个。皇帝位吼，伊是想要阁留予伊个后生呢吼，因为这个蒋孝文吼，这个后壁开查某叫中标吼，啊，这个已经头脑无清楚，甲尾期这梅毒着了梅毒吼，头脑无清楚，啊不可能有意思要传予蒋孝武第二个后生叫蒋孝武，好啊嘛，本来嘛予伊足大个职务哦，这个国安会议吼，个秘书长吼，这表示要阁掌权啊，蒋甲要阁吼。要像这个北韩安好，这个老爸传子，子传孙啊，哦，要用啊呢？结果哇，都出现江南案了，美国吼表示非常的愤怒，因为江南案就是派台湾的黑道吼，啊，黑道后壁阁是情报局，吼，汪希龄这情报局这足大这情报头是指挥的，吼，指我当然袂啊，国民党无啦，我只无敢叫伊去甲推尔，无甲拍死，靠你后壁政府直接叫黑道去，吼。特别台西这个江南刘一良哦，这件哦，啊，这个因为刘一良的身份是美国，伊虽然是这个中国人，但伊入美国籍嘛。那美国的概念作简单，你不管对一个，你来入籍美国了，你就是我的国民。啊，你派人来台西美国国民，啊，这乌白来乱来美国，那会使温存了呢？哦，这啊，而且台湾阁是等于伊的好啊，本来伊的哦，美国你该保护按保护国的意思。你搁派人来甲美国断死人，那个靠！要你总是讲啥潲？哦，美国怎啊掠讲？哦，意思讲你啊，你这个恁这个体制安尼哦，我无接受哦。发生重大诶错误了，蒋经国怎啊无？这个各项怎啊无搁推落？怎啊啊？安尼吼，哦，宣布讲伊厝内人未搁接班啊！哦，本来意思讲本来大家拢认为接班嘛，哦，无接班则怎啊传予李登辉？哦，所以。在有一寡文章里写着讲，啊，李登辉其实本来伫蒋家设计咧嘛是贵族，哦，就是敢那严家干的意思，啊，你嫁予你，哦，
名义上无直接传互传互迄个因囝，但经过你张了，咚咚，佮传互因囝咧吼。好，我即马讲这段，这其实这拢属于现代史啦，吼，这离即马无偌远嘛吼。这个，我会记你刘一良的案，迄阵我佮你做兵吼，大概1984、85、86迄几年吼。发生这了，台湾政治改变吼，我即马要讲重点，跳落台。这个历史。老实讲啦，你若讲像我年纪较重视这个哦，新闻较有咧看新闻的，可能印象较足深的哦。我到即马差不多60岁顶下啊，57、8岁哦，60多、70、70外，头脑也清楚，可能有清楚哦。啊嘛，知影讲这个代志演变是安尼来哦。但是我问你，你若差不多55、56岁以下哦，即马社会中坚力量哦，过来青壮年、少年、青少年。迄拢唔知影，拢唔知影啦！讲这是啥物件？你讲迄啥？迄啥物？我问大家，这有必要教咱的学生囡仔教咱的吼中学生、吼国中生、国中以上小学可能咪教免教较济？爱教无？爱嘛？吼！啊，过来，啥物是开罗宣言？吼！啊，开罗宣言有法律效果啊无？啥物是旧金山合约？这关系台湾即卖地位？哦，啊，甚至。用国民党去推广，啊，开罗宣言就是讲，甲台湾交兴，中国错啊，吼、哦，这古早阮咧读这些，我嘛唔知影，吼、哦，拢叫伊真诶哦，啊，谁呐？台湾是中华民国，哦，原来他就讲这一套，吼、哦，啊，尾啊吼，看足侪资料，真啊啊，伊后壁尾啊，这里吼，足侪咱诶台湾优质技术，吼、哦，伫遐咧推动这个，吼、哦，澄清这个事件，大家才知影讲，哎，啊，旧金山事件是国际条约，并无甲台湾定位。美国佮即卖会当吼用伊个军力来保护台湾吼，阿强要来拍伫遐蹲地吼，啊，甚物原因？原因就是台湾即卖坦白讲是遐未定吼，美国伫二次世界大战了，还袂定位讲啊对日本摕倒来即块土地即卖要交予啥人吼？严格讲，即卖伊个咱台湾个国际地位就是要佮美国咧托管吼，但是美国互你家己内政自治啊吼啊。某种程度的外交，你嘛家己处理，吼，你也莫造成美国的困扰，你家己有吼。应该安尼讲啦，这个所谓吼台湾这么地位，吼啊，中华民国现在是借用当时蒋介石因看伊手中啊个100万大军啊，100万大军，可能加减吼对美国要收这个都有帮忙，吼，好啦，和你就来接吼，安尼，并不是真正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，不是啊，这。这文件连蒋介石、蒋经国爸仔囝内底都拢写个足清楚，这拢有文件哟，这毋是一条条白乱转吼。所以那安尼，咱有正确甲咱的学生囡仔教，我互因头脑足清楚，毋是讲哦安尼的意思讲，咱其实台湾是有选择的，啊，你要安，你要感觉讲，将来要去行中甲中国脱起，你家己想的，别紧，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，你想了你去考人，啊，大家讲我拢要做通牌，拢要叫统一，也无法度。但是咱的国际地位哦，历史的演变是安怎来？你爱教嘛，拢无哦。所以我讲，包括有经历过迄段时间的人哦，就从一直啊哦，啊到我搁较顶一辈，顶前的70多岁、80岁前，有经过的人，伊拢搞不清楚，因为尾啊，拢国民党甲你切一半，甲你单调，甲你教另外一半哦。伊毋是讲白话，但伊甲你教，伊想要互你知影物件。这不是历史啊，历史就是爱讲真诶嘛吼，啊，这就是吼一种洗脑术、洗脑术吼。台湾人因为安尼，所以拿军，那也因为那是拿军，啊拿军那大家头壳电酷酷，啊那扯这个，每天拢扯干呐，因为这人无你无甲讲真正诶历史吼，啊他比如吼，那个干呐开，你要叫猪啊，突然间变作人，那有可能闹到安尼，就出物件去食到，他就过去世界是安尼啊，吼，这毋是你家骂咧，你是。当政因，哦啊，那么面上过去这個国民党的统治者，以为着要方便统治，哦，用一寡，哦，伊嘛毋是讲甲你骗你，暗藏一寡代志，无互你知啦，安尼讲较紧啦，哦，啊，伊突出讲伊好，伊强的所以就变反共，即个问题咧，连反共这个物件，哦，古早的咱的时代是好轰轰烈烈呢，所以反共的，等下蒋介石自称世界反共的顶塔，照讲。安尼单纯干留伫国民党的历史内，应该国民党即马无可能亲共嘛，对无吼？安那讲，我的祖公啊，都老蒋的、小蒋的，这拢反共的啊，吼、
甚至是反共反甲，互美国人甲你听诶。反共反甲，伊尾也无，伊就要去拍共，伊嘛无唔敢啊吼。有啦，一开始有啦，吼，包括这个金门马祖这个卖讲，包括东山岛，曾经这个蒋介石有组织两千几个兵啊，要去抢这个东山岛吼，伫迄个较我汕头迄边吼，结果失败吼。好啦，啊了，伊知影讲这个无可能嘛，反攻无望嘛，伊家己嘛知影吼，啊所以变啊，反攻无望了，伊就开始吼。这个哦，编造讲这好，国内开始有民主运动啊，嗯啊，所有的人小可呐，捌有看这个国际新闻，小可去外国说，嗯，啊，那美国哪会当直选伊呢？总统，嗯啊，德国啊，这台湾自称民主国家呐，拢无，哦，伊开始编造讲发统，哇，你发统袂使叮当，这骗局，哦，其实咱呐，卖讲用骂啦，用干叫啊，就讲作兵士，哦。甲迄个时代，哦，国民党安那甲咱教，安那甲咱讲一寡无影，还是讲话伊是安那解说，哦，那遐个物件完完整整有伫课本内底讲，这爱教呢，我讲这是讲，唔是我家己发明，迄历史所有国家里，你安那对古早哦演变个，啊教的是佫有一个，你唔是对干那教中国，哦对甚物三千年前商朝演变个周朝，唔是干那教，迄会使，你会使讲啊这个。国民党伊自称来自迄个中国个法统，啊，所以遐加减哦，课本来讲六个学期哦，国中三年，还是讲高中三年，六个学期啊，无给你教一个学期。但是啊，台湾嘞，台湾安那对古早即个吼南岛民族哦，七八千年前都已经有政府讲台湾哦，有甲东南亚足侪所在咧通，甚至有一段时间吼，台湾是即个印尼个领土。印尼总有一个帝国叫做斯利佛寺，这我捌甲大家讲过吼。有这个帝国，啊伊吼，伫咱台湾这沿海地区有发现着这个钱币，斯利佛寺的钱就对啦吼。表示这贸易是毋是伊统治唔知，但是伊贸易势力有来到台湾，这拢无甲咱教。台湾的本这粒岛的历史，应该以这为主嘛，为这个史前时代，万外年前吼，啊什么地形？哦，啊，未来什么大屯山爆发，都我形成这台北盆地，不不不哈。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哦，教两学期哦，中国你讲我啦，就拢移民足多，侪对中国好，教一学期啊。哦，剩呢哦，台湾的这个现代史爱教，哎呀，现代史至少我认为爱教差不多两学期哦。近现代史中，哎，五十年前，由于日本的手，啊，日本安那管台湾呢？哦，照实写哦，伊这个有民族歧视的无？你该写嘛写。来，我国民党安那台湾人诶，啊尾啊哦，蒋经国时代开始有感觉讲要哦落地生根，啊开始有一寡建设，这种写落不要紧哦，卖歌功颂德，万免乌白甲骂哦，照实讲，咱拢无啦哦，拢无啊，所以别人咱干那政府干一直讲这个转型正义哦，这其实老实讲啦。本来蔡英文总统推动这個，我是有淡薄感动。哎，佫有去想到这吼、個，啊，古早阿扁啊，武八党啊，拢无吼，啊，所以阿扁啊时代伊较无迄个历史感吼。啊，这蔡英文敢若有想要甲历史还原咯，要行一寡公道哦。有啦，毋是讲伊拢无做代志，包括一直啊家己嘛去啊，这促转会调去看家己的资料啊。我伫读大学时阵呢，资料黑资料。哦，第一名哦，叫我第一名，来，读到要一人管哦。作者拢迄个了别个新闻片，读大谈消息，讲这一定也唔知要去武山安尼吼。好，这段哦，但是问题来啊，你转型正义唔是安尼尔，你爱予全民、全体台湾人拢了解讲啊，迄当中曾经有这个苦难的日子吼、哦。啊，蒋介石因别个是安怎要反共反到较严重，伊嘛有原因啊。哦，啊。即、这个迄当时的即、这个哦，咱你即、这个甲咱洗脑的内容是有诶是毋对，啊有诶是暗砍的，迄边咧讲出来哦。国际对台湾来看嘛，毋是因讲的安尼哦，毋是开罗宣言就会当决定啥物台湾即摆命运，就是中华民国毋对啊哦，都不是。再真相其实爱出来，啊结果拢无啊拢无吼。即、我讲到遮吼，毋是要骂啥人，我要讲一个半谈哦，就讲即嘛顶礼拜吼，顶礼拜。七吼，顶礼拜七七，今日十四嘛吼，都一礼拜前，所以咱顶礼拜，这个节目暗时嘛，我伊讲的日时，我去走一个摊啦，迄个摊他们讲有淡薄啊难过啦吼，啊，但是我互我去回想着迄个我迄个年代，
大学时代，啊，甲毕业了，诶，一段迄、那个吼，对啥物新闻呢？就是有一个，咱可能有印象，有一个淡江大学前副校长，吼、哦，叫做王高成，啊、哦，伊应该是这个高雄的眷村的人，吼、哦，对对对，啊，甲我同学，台大政治系同学，啊，伊吼、哦，可能去看医生了，医生大概甲讲，你脑部敢若小可有啥物病变，也无确定啦，吼、哦。伊怎啊想袂开跳楼？对这个淡江大厦这个楼哦，唔知几楼怎啊跳了，摔死啊，自杀就对了吼。诶、欸，我现在要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我印象中前面就这个王高成其实是伫阮读大学时，伊是这个国民党的精英，讲到精英啦，但伊其实就是这个哦，当时台湾大学有一个社团叫做绝民学会，真啊，小可了解拢知影，这是台大的这社团中的社团，国民党。决定讲，好，我用一个社团，迄、那个精英中的精英，甲所有班代表，诶、欸，会当参加这个全民学会，就是班代表做班长的啦，哦，过来社团的负责人，拢苦苦来组一个，哦，成员大概上百个，伊、哦、就是社长。啊，伊是国民党的这个，这嘛咪直接学生，伊都假名，讲我就是国民党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国民党的拥护者。哦，迄阵我等于甲伊打对台，我着我嘛，我共班的哦，台大政治系的哦，啊，我就是咧带头咧弄，哦，啊，你共甲一挂台湾囡仔煽动，国民党妖兽骨，甲咱欺骗，哦，啊，甲拆穿假面具，哦，啊，二二八爱行咱公道，我讲者吼，啊，伊吼，呾针对我，因为顶悬伊足侪压力，我即一直啊，即恁班的安那呢，哦，靠，你即个，即台大的。国民党的领袖，一看见怎么说一点呢？现在吼，皮笑肉不笑来找我开讲，啊，你哦，意思讲要甲洗看，我准无甲无再来甲洗脑，我无甲洗脑就袂歹吼，准无再来甲洗脑，无嘛看看我是咧创啥哦。啊，因为安尼吼，就亦敌亦友，佮同学，那是讲迄个感情，啊，毋是讲你着政治立场无共，就一定个哦，安那偌严重吼，叫哦，就一点仔迄个因为对立产生的感情。后来我有一阵时间，我是去美国走咯。吼，这个故事我另讲个来讲。吼，去美国，我为着安尼较找阮某，去美国走，转去秘鲁纽约。吼，啊，秘鲁两三个月了，我怎啊？带到人民有一挂朋友讲，你去找迄个索拉兹，那个众议员个索拉兹，去找索拉兹吼，伊个一个，迄办公室主任吼，啊叫做昆布劳，吼，发达迄个中文发作昆布劳。荷兰裔的美国人，哦，讲这个吼，会甲帮你处理来，拢做重视人权的，哦，你去甲讲你的就得办十几只办卡去，讲要甲你判乱后边来，哦，写出来写了，你嘛有嘛唔是干那写一面之词啊，你嘛有写迄个国防部迄边的回答拢有啊，那安尼哪有判乱？嗯，哦，我拿去找，啊，找来回程是到底这个费城，哦，费拉德费亚。伊非常，伊迄个王高成都我拢去找吼，像我同学虽然无共党派，但即个吼来到美国啊吼，啊佫来到真无聊，找无好朋友啊，去遐找开讲啊。我去，伊介去美国，我去美三个月，老实讲是去美啦吼。咁啊，尾啊，阮伊种啊，佮阮女朋友就是尾啊，变阮某出来打，但了尾啊，迄个，或者故事我另讲来讲吼，昆布劳讲吼。因为一刚看到来纽约啊，伊得啦，伊得也讲北京，伊得啦，你可以回去啦，没事啦，没什么，靠，要真笑的，等我随去用你，你也无代志。我咧讲，我着回程要等于纽约时阵去费城，住一暗，啊，就是去住伫这黄高城的伊宿舍，伊读个博士啊，吼，叫做跳楼自杀啊。我要讲重点吼，咱下一段我会继续，下一段就讲，这个迄天伊的丧礼啦。我去迄个二兵，吼，看到迄、那个，伊中国的迄、那个国民党的迄、那个东官啦，哇，什么，迄势力要足大呢？伊一个咱只讲台湾的哩吼，你若自杀吼，场面会较稀微啦，我靠，大家凊彩办办，吼，场面足盛大。我休困者继续对这个王高成跳楼自杀了，我这过啊，到我吼，我同学之余无去者嘛，未讲袂过，啊，我要来讲。这个转型正义期，咱的政府做了足无够，非常不够。啊，而且这不是你骂啦，这样行吗？你课本都无改，
你现代史都无教，这边啊，咱的头脑边啊转型，你无可能现代史嘛，咱就可能叫做转型。